大雨下不停，道路严重淹水，看不清车道到底在哪边。比较低洼的地方呢，是看到整辆车灭顶状况。澳洲昆士兰省敦士市周三到周四有一道低压系统笼罩，带来剧烈降雨，累积雨量超过360毫米，造成严重灾情，许多道路被迫关闭，部分地区土石承受不了庞大降雨，发生崩落的意外。